一点点，我怕煎起来会怎么样？不会不会，你确定？嗯，因为我之前煎牛排是人家说要用先磨面粉。牛排耶？嗯，好怪。煎起来很好吃。真的吗？它会锁住水分，又不会粘锅。怎么样？要翻哦。好。成功成功，好感人呐、啊！阿嬷牌的生铁锅呢，它用 IH 炉也是可以的。那火候的话呢，就是要调整一下，其实火候不用太大。成功。嗯，味道如何？好吃，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妈妈进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辣椒蛮辣的。嗯。哇，这个包的太……等一下，哦，比较厉害，看看，因为它是生铁锅，拿来看，很漂亮哈、哦，好漂亮。阿嬷要拍，是说用这个锅子就跟阿嬷一样会煮菜吗？太多啊，会不会太咸？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颜色也不错。哇，张安，那你像大厨啊！哦哦哦哦！不错不错，哦，不错不错。怎么样？色香味。等下热油热到上面有油纹。不粘锅的话，我们通常会小火嘛，但像这种生铁锅，我们就可以大火快炒。那个咯，姜片。热要看它的油纹，像现在就还没有哦，还不够。
这铲子是可以这样凹下去的，就是我鸡肉下下去也不要一直翻它，先等它这个表面成型了之后啊，我再去翻，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不会粘。那如果呢表面还没成型就一直翻它的话，哦，那也蛮容易会粘的。我油够热，它完全就没有粘。它这个炒得很快，铁锅就是好处就在这里，而且它可以把那个香气整个炒出来，锅子超干净的，完全没有粘哦。哦，好香哦！蒜酥，好好吃，好提味。好好吃哦。铁锅它里面呢，是不是有黑黑的地方？或者有点烧焦，没关系，用这种菜瓜布去刷它。有没有看到，我这块已经刷掉了。你看这样子，现在是不是几乎都刷干净？把它擦干，用一块布。用瓦斯炉的火去烤它，我们在烤的过程中就看它整个慢慢变色，每个角度都烤均匀。我们先烤中间这里，它都是可以直接刷的，就是直接用钢丝绒或者是粗的海绵直接刷都没有关系。就是用铁锅来炒的话呢，可以把它整个锅气炒出来，炒得很香很香。铁锅是需要跟它慢慢培养的默契的。那我觉得只要用过一两次之后呢，就会自然跟这个铁锅培养的默契，炒起来也是真的很香。像我妈妈就很喜欢用铁锅啊， IH 炉可以用。像我妈妈老家那边呢，现在为了安全，所以就不做瓦斯炉了。那这阿嬷牌的生铁锅是可以用的，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，然后让妈妈炒出更多好吃的炒饭啊、炒菜啊给我们吃。